特的科学研究方法，还有就是关于气功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浑圆整体观，在咱们上一次讲的人类改造认识世界两条根本途径，这三节课讲完了。这三节课呢，应该说是对于气功科学来说是最根本的内容，因为方法学、方法论、方法论基础是一门科学所必备的。我们介绍它呢，就让同学们呢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认识气功这门科学。后面我们讲的呢，就是两条认识改造世界根本途径，就让大家了解到气功科学和当代科学它们的根本差别。因为咱们现在的科学它属于外求科学，是用人们的常态智能建立起来的科学，而气功科学呢，就是属于内求科学，是利用超常智能建立起来的科学。所以咱们上一节呢主要讲这个问题，常态智能和超常智能都是人们的，或者说人类的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但是这两者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啊。怎么样认识它，怎么样对待它，我们就讲了，他们两者是既对立而又互补的。对立嘛，常态智能它是属于局部的啊，局部的认识，局部特性的认知过程、认知机理等等，它是局部的，对各部分对立的。而气功科学它是属于整体的啊，所以这个对立的，但是呢两者都是互补的。后面上一节我们讲了，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怎么去结合，现在一下还结合不了，那就必须在我们气功科学逐步发展壮大过程当中来结合它。现在如果有些人想结合它呢，那实际上就等于消灭气功这门学问，它还没有全部建立起来嘛。现在的根本任务是把气功科学建立起来啊，建立起来，在社会上它以独立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咱们智能气功现在呢开始以气功科学面貌来展现出来了，但是呢社会上人们还没对它承认，它正式承认它。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呢，咱们这个气功科学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咱们今儿讲第四节，不是第五节，气功科学的崛起。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气功科学，气功科学这一章都讲了气功科学，题目叫做气功科学概论。同学们可能就要问，咱们中国气功几千年了，你也叫气功科学，甚至于有些人还不承认它是，连个前科学还不够。我们现在讲气功科学，而且讲了它的最根本的方法论的方法学方法论的基础，浑圆整体观有了，方法学方法论有了，而且还在和当代科学做了一个对比，这就说明气功科学它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了，它是有，而且有一整套东西了。那我们同志们可能就要问，这套东西怎么形成的，它为什么以前叫气功，现在称为气功科学，以前几千年它为什么变不成气功科学，什么道理。当然现在提出气功科学来是咱们智能气功来最先提出来的，而现在也敢于在社会上讲我们气功就是气功科学，敢这么是很理直气壮的讲我们是气功科学，恐怕也咱们智能气功一家。
咱们现在虽然说是气功科学，我们没有讲我们建立的这种气功科学，前面咱们也说了，实际上从现在来说呢，一谈气功科学，实际上就是这种气功科学。因为现在好多科学家们呢不承认气功科学，不承认气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些气功师们呢也虽成复合讲，咱们赶紧建立唯向气功学啊！当然，唯向气功学这句话是钱老提出来的啊。原来这本书里边呢，在第一节气功科学的内涵和外延，本来里边有一小段，最后那一段里面，就是也谈谈唯向气功学问题。因为咱们正式出版这本书嘛，把那一节去掉了，因为我们觉得呢，还不宜在正式出版的书籍里边和钱老那儿对抗，搞这个对抗，这咱们也没什么意义啊。我们讲嘛，我们就讲我们的科学就行了嘛，那就不谈的那个就够了。实际上我们讲建立唯向气功学，这个讲法是不合适的。气功科学我们讲有这么一整套东西嘛，方法学、方法论、方法论基础，整个的理论都有嘛，后面还要谈这些问题是吧？所以我们讲是气功科学。但是这个气功怎么形成的？你智能功搞起来了，那这个潘鹤鸣随便一脑袋瓜子一热就搞出来了，看来不能这么认识啊，不能这么认识。气功科学怎么搞起来的？我们要通过这一节使同学们认识到，气功科学的兴起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从这角度来认识它。如果不这样认识它呢，认为一个事物是个偶然性的东西，那就错了。偶然性由我们智能宫把气功科学建立起来，从智能宫原来这几个人啊，更具体来说呢，主要是我，这是偶然性。但是从这个时代来讲，这个必然的。为什么？我讲第一个题啊，第一个题嘛，气功科学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先搞一个啊。因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兴起啊，都不会是凭空的，一定有它的有它的社会背景。我们对任何一门文化必须放到整个社会背景当中去考察，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样，它必然和当代的这个生产生活这些客观的社会现实，在这个背景当中，它有了这个需要才能产生它，如果没这个需要产生不了。这一点呢，科学似乎是发现是科学技术，还是说科学需要技术，实际上讲话在这个社会当中需要这一门科学的技术上需要它。现在人类社会当中需要气功这门技术了，需要气功科学这门技术了，就这么个问题。有了这个需要之后，你才有可能来产生它。那么是个什么样的需要呢？所以今天咱们就要讲历史了，讲点历史啊，同学们就是听听就行了，从这里边掌握一下思想方法。我们对待任何事物都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角度来看它，不要随随便便去看。同学们听听就行了啊，这些东西大内容书本都有啊，我这么讲一讲，大家从思想了解。原来哪些需要呢？一方面是现代科学需要，因为近几十年来呢，现代科学发展比较快，尤其是现代的科学从孤立的科学慢慢走向综合，从分散的科学慢慢走向系统。现在的科学发展呢，是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原来这科学是一门一门的，咱们上中学时候学物理啊、化学啊，这什么动物啊，这个好多好多好多科啊，在咱们学问很多，一科一科有几千门科学。这些科学原来呢都是各自孤立的，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咱们看海里边的有好多的珊瑚岛啊，或者说有些小岛，一看这个岛里边，这儿水面外头咕嘟一个啊，这是一个，这是一门科学。这儿有一个凸起的，哎，咕嘟一个，这是一门科学。一看呢，彼此之间的科学没联系，
但是科学的发展之后呢，觉得不是这样子了。就好比大海，这海水一落呢，看那个外面这个山峰一孤立出来，下面都连着呢。现在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基本上慢慢就发现了是各门科学当中可以联系到一起，就是现在科学慢慢都像边一样科学，这互相连着，你连连我连，出来很多的当着叉的，一叉呢互相联系到一起了。像这些科学的发展呢，就使得科学从分散走向系统了，从部分走向整体了。咱们上次讲这个外求法的科学方法的时候，不讲综合法吗？综合法就是在这样背景当中产生的，它产生了之后，它又成为当代的科学一个门类，而这样的门类就和普通科学不一样了，它联系面很广了，牵扯面很广了。尤其是系统论的观点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讲的是机制问题啊，信息论讲的传播问题，而系统论讲的是整个系统问题。现在又向前发展一步，新三论，什么耗散结构啊，协同学呀、啊，什么突变论呐、啊，这新的三论，就更加，尤其是协同学，他就讲的非常非常的，在科学当中各个门类当中，他讲了很多的联系了，而且用了当代的新的各方面的发现以及数学物理方面的成绩，他来论述很多事物的整体性了。这么一来，把很多问题科学的界限打破了，这个科学你也可以用，那个科学也可以用。这么一来呢，科学就要慢慢慢慢从部分要走向整体，从科学发展趋势这么走了。科学本身要从部分走向整体了，这是一个方面。再有呢，就当代科学现在的几大部类啊，什么电脑技术啊，现在新的发展物理学的技术啊，那个能源技术啊，现在是量子力学啊，这个相对论这些，搞一搞呢，他慢慢慢慢觉得研究物理学、研究物理世界，觉得到头了。下面光子，零质量，质量没有，再到了零质量了，由质量到地球，到星球有多大？通过外面地球之外用光速去了解它，这一大段从光子到具体事物当中，变成从物理现象。现在基本上有好多人认为搞清楚了，原来就以为世界也认识清楚了，但是呢，你还不要从光子啊，就从地球上有的这具体事物怎么办？那些个从基础光子到光速这么大的物体，还能规律物理规律搞清楚了？那么里边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物质呢？好多问题还没搞清楚，尤其是人，更搞不清楚，不认识，不了解。科学家们多少年也去解决问题，研究物理这么奥秘的问题解决清楚了，人怎么办？就想研究人，所以呢，就是从医学的角度，几百年来西医学发展的很快，对一人有了认识，但是只是认识这个宏观的呀，部分的规律呀，人的构造、宏观的机能啊，而整个人的生命不了解，所以当代科学就想研究人。研究人这些年已经建立不少学问了，什么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什么生物学当然包括比较广了，什么生物电学、生物光、生物磁，一整套啊都有了。但是呢，这样的研究人体这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科学家们研究人体之后呢，他们就讲，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能用当代的物理学来说明它，你用物理学解决不了它，物理学那些规律去搞它也不行，而且认为人测不准，人的意识活动太复杂了。他说人就和那个量子力学里边一样，跟量子的测不准规律一样，但是比它还复杂，测不准。但是呢，他虽然测不准，他也用当代科学技术手段来设计了生命领域，而当代科学的这些个成果，这就为
建立气功科学，奠定了现在科学的基础，它也成了建立气功科学的一个现代科学的背景。如果没这个背景，咱们气功科学建立不起来。这前面说这一段呢，就讲什么呢？就讲啊，建立气功科学有当代科学的需要，当代科学需要研究人，研究人，他当代科学研究不下去了，提出问题来了。这有问题吗？就需要解决人的问题啊。怎么去解决？可以用多种方法去解决。提出问题来了吗？那就需要来解决它。至于怎么样解决它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吧？这从当代科学来说，当然如果细讲啊，从方法学、方法论也可以出现这个问题。分析学，分析生命得不到结果，局部一打开就不行了。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人，出现了问题。咱们讲的经典方法，把人一分析开，这人就不是人了。这个问题我上次我讲的知识没引用原文呢，黑格尔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人的部分组织器官，一个胳膊，一个腿，一个器官，它是孤立的，只是在尸体下，而这个尸体怎么样呢？只是在解剖学家的解剖刀下，它才是孤立的。这个胳膊是孤立的，心脏孤立的，肝脏孤立的，它这个孤立只是在解剖学家的解剖刀，它是孤立的，它才是独立的。但是这么一来呢，你研究的不是生命，而是尸体了。但是恩格斯也用黑格尔这句话讲这个问题，所以你方法学方法论分析法不行，你把人的一部分拿出来，就不是人体里边整体性没了，人的生命没有了，这方法学方法论站不住。那综合法也站不住，综合法人是什么不清楚，研究什么？他本来就综合法任意性太强，可人本身任意性太强，你什么不了解，你也解决不了它。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给当代科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之后提出了问题，提出了问题，人要进一步研究走不下去了。所以这就必然在社会意识当中出现一个问题，咱们上次讲的社会意识啊，在社会意识里边，现在科学碰到问题走不下去了。这里边的话呢，这是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继续往下走，研究生命。科学家们还在继续走啊，继续走啊。可人家走不通，已经是拿分析走不通了，但是社会的社会需要走别的东西啊。这就是当代来讲，科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再有呢，就关系到生命本身了，人的生命本身了。作为有生命的人，广大群众，到了现在这个文明阶段呢，应该说在全球上，有不少的一部分人，已经是摆脱了愚昧贫困，开始能够吃饱穿暖了。不过这人呢，总是为自己的前景开辟道路啊，总不满足啊，能吃饱穿暖了，有物质条件了，那么他就想活得更好一点。比如说你现在有东西，有钱，有吃有穿，你身体不好，谁来去享受它呀？所以这人民群众呢，就想有吃有穿了，想活得好点，能享受享受这个物质。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呢，就在实践当中来找方法，找身体健康的方法。这一点呢，由于咱们中国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具备有丰富的养生的知识，而在中国人民当中呢，要养生，要长寿，要返老还童，这样的社会意识是比较浓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群众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有这个养生传统的这个民族的身上，他也就要来找着用什么办法养生好了。以前我们比较困难，而且呢人们的思想传统比较保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要解放思想啊，解放思想啊，你像是司令部都能砸的嘛，中央都可以砸嘛，所以谁都可以搞嘛。所以让人们也一思想解放呢，就开始找什么呢？自己就开始走自己的路，找养生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批判这个这活命哲学啊，批判活命哲学来修养，批判活命。但是呢，事物的辩证法就这个样子，往往是你越过辩证法一步，就要走到事物的反面上去。本来人得到物质条件之后，有了社会主义解放之后，人就要活得好点，你不让活得好点，你要批判养生哲学。当然说光为了活着那是养生哲学，养生还是对的嘛。可一批判过火了，这人的话，你要不批判养生哲学，大家还群众还不知道什么叫养生哦，多活点。你要一批判的好了，给起了个头啊，给起个头，要活得好点。所以这么一来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啊，什么都造了反了，哎，养生也开始来了，这不是变相的，人想活得好点，一开始来比较早的鸡血疗法，打鸡血。现在不是报纸还说呢吗？中国人就一哄而起，最早起来打鸡血，这是一个南方的一个人，一个姓于的大夫，在疗养院打鸡血，给把病治好了。以后你说呢？打鸡血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这一号这全国叫呼噜呼噜都打鸡血，抱着个鸡就上医院，这是。咱们年岁小的同学不清楚，不知道那时候挺热闹啊，挺热闹。整个全国是大江南北啊，都是抱着鸡跑啊。到了医院抱着鸡排大队，自己医院没鸡，但抱着鸡上医院，你给打鸡血，打鸡血。啊，所以这时候呢，我这人呢，就对新生事物都感兴趣。我那时候在北京一号肠胃生科，看见职工抱个鸡来找大夫，给我打鸡血，管事。有些慢性病的话说，你说打了管事。鱼肠才叫鱼肠石啊，南方的，它还有个材料，打鸡血它治了多少多少病，这个病那个病治了好多。你这医生就是好多病治不了啊，人家说你打鸡血管事，你给我们打鸡血，我不要求别的，打鸡血。竟抱着鸡上卫生科来了也不行啊！我就跟我们那时候我还没当科长，我跟我们科长讲，我说咱们这事儿了，群众的活动咱们支援支援吧。那时候正好批判老爷卫生部，工人说的话算数了，工人领导一切。所以这时候呢，有个好处，你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卫生部这个卫生部门这个威严打不破呀，这个也搞不起来。你工人抱过来，你敢不打吗？你们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应该受改造的地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你们应该是为工人阶级服务到底，服务到底。你不打不行啊！这是全国到哪出去啊？医生也不敢不打。我在卫生科呢，我说咱们为工人服务，给厂药厂那是革委会打个报告。万一原来是车间工人的话，人家自动组织起来的，你那自动组织自，你在什么针剂车间那，针剂车间我们那儿药厂是有生剂片的针剂，那是就会打针，那你那上车间里边打，你不给车间打去，这叫还贴大的报，贴的卫生科老爷卫生部不为公积的服务，说咱们就是给这个革委会打个报告，行，你们开吧。谁开啊？谁不爱干呢？一般对这个事儿的话，医生们都不爱干。我这人就是有什么新鲜事，我都接受接受。我说我干，就先买了40只大鸡，白劳克，一只鸡、啊、都6-7斤，长大了长7-8斤，外国进口那个鸡啊，是打鸡血。同学们，你可不要认为这新鲜呢，它起码是可以成个阻隔疗法。我分析过，最少是个阻隔疗法嘛，把鸡血打进去，鸡血温度高，比咱们普通人温度高，那么这样增加抵抗力，有好处吗？打了2期吧，我还做了一趟总结，这全国都在搞啊，做的总结效果也比较好。以后的话打鸡血就在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打鸡血一个感染了，死了一个，这一下子说打鸡血打死人了，你呼下去了，没了。可是鸡血有它很合理的地方，人们呢就没有去认真研究。到现在为止，全国有的人还在打鸡血，打量非常小，做阻隔疗法打穴位。那时候我们是打穴位，那是群众活动。看来现在都是无知群盲啊，一哄起来没了吗？可是现在的话呢，有的地方把鸡血打下去作为鸡血的疗、鸡血的研究，现在国内还有的地方在搞着鸡血疗法，一个那是轰动全国，轰动全国。以后鸡血疗法刚刚下去没上那么一两年还几个月，就又出来了，
说喝卤淹水卤，就咱们看那个白毛女喜儿她爸爸喝卤，那个喝死的就喝那个卤，喝那个能治病，别多喝少喝啊，少喝。因为什么办呢？因为有一个地儿得了，有一个人得了食道癌，得了胃癌，得了胃癌嘛，喝他本来要自杀，喝烟卤，一喝烟卤呢，喝着喝一吐，喝好了，这一下子说啊、哦，这烟卤能治癌，这下医长啊，那时候文化大夫什么是医长，就一哄而起，呜、嗯，就来了治癌呀，说让治癌，这儿治癌那儿治癌，说不光治癌，原来是食道癌、胃癌。以后胃炎也好了，什么胃溃疡也好了，这一来是卤肝片了，就是就起个名叫六八幺，六八幺，叫六八年一月份，六八幺，嗯，这是搞得我们药厂这又来了，他新任务了，赶紧做压卤肝片，药厂生产药的吧，就是，所以我那好多兴趣都得的多呢，因为全国的搞医疗嘛，要搞药就得上你这儿来呀，就是从那个生产卤的地方，那我来。干了，把那个卤啊压成药片子，叫卤肝片六八幺。哎呀，这全国来什么病也吃啊，什么气管炎也吃啊，皮肤病也吃啊，肠胃病也吃啊，肝硬化也吃啊。以前闹了那么闹了2年多，哎呀，他这不行，吃就中毒了，就中毒了。今儿六八幺也不吃了。中国又下去了，又不搞了。你就外国一说中国吃六八幺呢，这怎么是保密呢？还对外国还保密呢？还慢慢那时候药片哪儿都有卖的呀，人家买了去，外国一好，搞了微量元素疗法。外国就是微量元素疗法，一看那个炉里边有微量元素。现在话呢，好多微量元素疗法的话，就从那时候那个比较突出起来了。咱们中国呢，就是呢，开个头。一起嗡、都起，可怎么科学性怎么去搞？不搞。六八幺现在全部否了，全部否了。那怎么胡来呢？怎么什么都治呢？它里面好多微量元素啊，微量元素把比例配合好了，治好多病啊。可那时候呢，咱们没摸到这个，没有摸到这些个先进的东西。这是我是近几年我看国外的材料，你说搞微量元素就从那个中国，就是从中国的卤肝片受的情况研究出来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又一个群众活动啊，六八幺六八年一月份，那是这全国都吃了，都吃。以后这个完了呢，要来了，这在当中差不多就来了，说学的日本的，这倒是外国进口的。说喝凉水，早晨起来喝三磅凉水，三磅，空肚子，早晨起来先别吃饭，先喝凉水。喝凉水之后，然后的话呢，说能够健康身体，有病治病，没病强身体。人家讲点道理，说啊，是早晨起来肠胃里没有食物，喝进凉水去，把那个肠胃里黏膜那个绒毛洗一洗，这么一洗嘛，凉的一刺激血管一收缩，当那凉过去后呢，血管一舒张，你再一吃饭，它一吸收就好了，还有点道理。我看了看，这有道理啊，好多人来找我呀、啊，都来找我。他老庞这喝凉水管事不管事啊？我劝过还没推广，还没推广。他说你研究研究啊。我说我怎么研究啊？我一想群众提了。我说咱们研究研究，喝凉水试试。啊，我就喝凉水，每天早晨不说喝三磅，我喝六磅，喝的真恶心呢，这是。喝了以后，一会儿就水准都凉了，凉水进去嘛，那还不凉啊？有没有好处呢？应该也有好处，有能够最少它能够调节身体里边的这个血管的收缩舒张啊。可是这个情况呢？没有在全国没有轰起来，因为这个好多人他不敢喝呀，就喝凉水的，一喝阴冷，就是冬天一喝受不了。因为我这身体好啊，就像喝六磅，我就喝了两次六磅，喝一喝，那一把那称一称啊，这一瓶一磅，那就咕嘟咕嘟咕嘟喝了，咕嘟咕嘟喝了，喝着喝着喝三瓶没事，那些壮士再喝，喝六瓶就喝的就头晕恶心的，啊，这个水在那顶着就是，哎、顶着。他为什么这么搞呢？有好的人说有好嘛，我一看材料，当那个材料都要给你看一看，日本的材料也看一看，说好处谁说什么搞无师道的，搞这搞那的，说怎么怎么好，喝着喝着话呢，我看他说不行啊，不行，别人问问他，在全国
没有兴起来，但是怎么样呢，也养了一阵冷水疗法。那冷水疗法，冷水疗法呢完了还没完，又来个甩手疗法。那是干部罢官了，正好是甩手不干了，要又甩，这叫个甩，要甩要甩都甩啊。这倒好，是个健康身体啊，锻炼呢、啊、也还有词儿的，是这个甩手的话呢，甩手啊，这一甩怎么运动心肺，当时也讲了好多，这很好。哎呀，这一下子全国就搞这个甩手疗法。甩手疗法呢怎么下去的呢，干部一罢官了，说这是个政治的反动，没手不干啊，全国要提这个，要批判甩手疗法。这不还没批，有这么个信儿，好了，全国下去了，不甩了，那不甩了。当然呢，那些年呢，那几年呢，全国正乱的时候，也是呢在产生新生事物的苗头的时候。这个苗头不是普遍的讲，从咱们讲讲气功科学的苗头啊，就讲这一点啊。所以对待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一听啊觉得很可笑，不过我放给大家呢讲了他的，就是都不是凭空的，有道理。可很多人呢到现在为止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前几年报纸的批判气功人不讲吗，他说中国这个事还少吗，集血疗法一哄而起，那个什么卤肝片一哄而起，甩手疗法一哄而起，冷水疗法一哄而起，哪个长了，现在气功又一哄而起了，他同样还得是一哄而落。他们这么看待问题的，就他们呢没有去真正研究这些问题。他们说那时候人就是无知、群盲、科盲，说为了长命就是千方百计想办法信神都行，说不科学，他们这么搞的。这就是呢一种形而上学的武断的批判手段，没有进行研究它，它为什么产生？它之所以产生，一搞形成一个一哄而起的全国吸，那真是席卷全国上下。为什么这个样子？说明什么问题？都是群盲，不能这样领会，也不能这样理解。这说明了一个什么？说明了人民广大群众要探索自己身体健康的道路，自我要健康，我怎么能健康？要实现自己身心健康，成了个时代的新生啊！大家心里边要健康，要健康，这一说要健康，大家嗡就能起来，这么个问题，就说明是个社会的需要，这是个社会潮流。社会潮流是什么呢？是人民要健康，要健康。所以，当广大群众在那些个不太适合人民身体健康的方法几经探索失败了之后，卤肝片681这个已经不行，有出问题，681有中了毒的，打鸡血要打死的，甩手也有甩死的啊。对了，甩手就在哪甩死，把个心脏病给甩死了、嗯、心脏病呢，有心脏病很厉害的，甩甩甩甩，越甩劲头越大，跟自发贡献一甩甩甩甩甩，心率衰竭死了。这个不过这个情况我们也调查，打鸡血打死了，我是亲自落实调查了的。这样一说是甩手甩死了，再加说要是甩手就一个政治背景，就是甩手不干了，就是抗议的。所以那政上一压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加上点政治帽子的呀，那时候都害怕，所以一下下去了。但是怎么样呢，人们他要健康，这个前进的潮流不能改变。他最后呢就找到了气功，中国的古老气功可以提供广大群众这么一个适当的方法，可以使每个人都适合练，可以得到健康长寿，给你幸福。但是呢，传统气功给了这个方法提示了线索，古气功传播起来很秘密，练起来很繁琐，轻而易举很多，这样的话又影响了广大群众来习练气功。这样一来呢，看同学们看，前面有科学的，现在有广大群众需要，现在又有气功，古老的气功提供了线索，这个气功呢它又不合适，就怎么办呢？这个气功符合了群众需要了，原来过去不合适就得改造它，一改变结合时代要求，气功科学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这个大的背景当中产生的。所以咱们要想谈这个气功怎么兴起的呀，首先得需要了解大的社会背景。我们要会学会了看问题，
放在大的背景当中去看，作为人类一个发展历史阶段，气功也属于人类文化一部分。人类文化倒是咱们对社会现实的一个反应，有了这个需要，它满足这个社会需要，这样产生的，这么来认识它。但要的条件什么？有科学研究生命活动，现在科学已经到了很比较发达了，对人体生命活动有些道理已经开始能揭示了，像医学啊、心理学、生理学，这都奠定基础了。如果没这些基础也不行。你像以前练气功的有啊，它宗教化的，对人们的生命奥秘都归着神这个根本点上去了。所以呢，有了这个现代科学基础，已经把那个神的那个领域从科展往外赶了很多了，赶过去了，而且可以用不少的语言来描述人体活动了。所以这样跟气功一结合，把气功就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起来了，就成了气功科学了。所以气功科学它的产生是这么个背景啊，我认为是第一点，它的是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这样来了解它去。这个绝对不是哪一个人凭天才想象，任何人的发明创造，它都是在这个社会背景当中，咱们在西方国家叫科学领域记，一个科学领域里边，大这个领域里面有这样的需要了，它才能产生这个科学。现在是像以楚尔明他们为代表的嘛，认为一个新的科学产生，他提出领域记学说嘛，科学的产生的规律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了以后，这个有这个社会需要了，大的背景了，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气功怎么样从传统科学发展到现代科学的呀？气功科学的呀，这里讲这个具体问题了。这里边呢，我们讲传统气功发展到气功科学，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很多人们的，包括气功界和社会各界人人志士们的共同努力，几十年才完成的，这不是一下完成的。我们讲呢，把它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嘛，叫做改革传统功法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把它列到了是就整个这个从1971年到1980年这十年改革传统气功时期。这里边需要跟同学们说一说，他说你庞老师啊，他说你讲改革传统气功你怎么放在这时候啊？但文革以前解放之后，不是咱们气功也很兴盛吗？不是有很多气功先辈做了很多的事情吗？我说我们对，在50年代中国的气功也曾经一度有所发展，而且呢气功书籍也出了不少，尤其从58年之后，58年那时候也是大跃进解放思想啊，解放思想一解放思想也解放到气功上去了，就是。但是到了62年国家一困难一收缩，把气功研究部门都砍了。那时候搞气功研究啊，由咱们国内搞了几个气功研究所，上海、北京、北戴河几个大气功研究所。但是那时候的气功呢，基本上还都保留了传统气功的原貌，原来的面貌。咱们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的刘桂珍呢院长，他从1953年写的气功书叫《气功疗法实践》，似乎对气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呢他实际上应该说并没有真改革，他练功的功力功法还是原来的，虽然他把练功的口诀改了，他只改了个口诀就是了。原来刘桂珍他的内养功呢，他是现在是佛家密宗功夫，他的口诀呢叫做是静坐禅堂金龙爪，一到西方万千秋。他这里边有点宗教信迷信思想，禅堂里边坐禅的和尚坐那个禅堂，他这边有金龙爪，他说金龙啊都来个来，他说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没边了，高高兴就完了，是这个问题。他改了什么呢？他是共产党员呢，你不能说要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把这个功法没变，但练功的是口诀变了。他说我练静坐身体好，他原来是那静坐禅堂金龙爪，他改了是我练静坐，我能入境身体好，反正这个入境也行，静坐也行，我练静坐身体好，改了那么一句，要那么念这个，
这就不就成了是从思想上来讲呢，就变了新词了，没迷信了，翻这样的一个思想入境嘛，就是。但是别的没改变，所以我们说呢，改革传统进贡时期，在文革前这一段我们就不算了，因为它公理公法基本都是以前的啊，都是以前的，它和解放之前30年代40年代基本没什么差别。咱们在讲气功概论的时候，不曾讲30年代不就是有些人搞了气功疗养院吗？还写了气功书吗？跟那时候差不多。因此我们讲呢，不是从50年代开始，而我们从七一年来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从71年讲呢？因为如果说更确切一点是72年，因为咱们中国有了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就是叫郭林，是个女的，她是咱们这黄花岗72烈士的一个她的一个后代，她姓郭，叫郭，她实际本身不姓郭，她叫郭林，她本来他们家姓林，她名字叫林媚淑，也叫林冠明，她老了就姓郭，以后呢她姓了，她就改了一个，改姓她姥姥的姓，把他们家的姓算个名，叫郭林，叫郭林。他是搞是个画家，中国画院的一个画家，刚解放的时候呢是周总理接见过他，他那是成立的画院，从台湾，从美国到台湾那么回来的。他家传练气功，他祖父会练气功，他还在外面学过气功。他从71年呢，他不就想开什么了呢？那时候的话呢，文化大革命很严厉的，就在67年68年连太极拳都不让打，你一打太极拳，好多红卫兵扫地去，扫，给你调住，你去扫地，不想锻炼吗？拿这个锻炼。那王八拳不管事，管这个太极拳王八拳，这慢慢活悠的叫，原来叫王八拳，哈，叫王八拳，啊，不让练啊，不让练。可是郭林到71年呢，他想什么？他教气功吧。一开始教这站桩，站桩还是基本还是旧的。教了一期呢，第一个病例是个癌症病例，练站桩练好了，是锅炉厂那个老工人，好了，哎，这才来劲儿了，好了，癌症第一个病例好了，以后他就不能站着，老站着不行，练走，他就编了一套功叫行功，行功，也叫现在叫吸吸呼，叫吸吸呼啊，吸吸呼，一走就吸吸呼，吸吸呼啊，这慢慢这么拧的，这么拧的，我看着也挺好看的，是吧？他就根据他们过去练的气功，他学过五禽戏，基本上按照五禽戏的雄行步改过来了。不过那样步法呢，以前像少林拳的逍遥步啊，太极拳的十字滚雪球丹法呀，跟他有相类似的地方，他改的这个样子了，搞了搞，哎，效果不错。这么一搞啊，因为那个老工人一说他癌症好了，好多病人找他练功了，就在东南公园练功。哎呀，那慢慢就是走啊，现在慢慢这么拧啊，这工人这么拧啊，这么走这么拧，慢慢走，他带着他好走，他在前面带，他是前面走，后面跟着他走，这么拧，哈，这么扭，扭扭扭，刚才把派出所扭出来了，派出所逮起来就。逮起来一查他呢，又没别的事儿，放了他吧，放了他，放了出来还牛啊，还牛，前前后后派出所关了他3次，逮了3次，一次一逮就关2天3天，你出来他也不要钱啊，不要钱，到最后呢，他交了那个谁，交了那个李淑一，就是柳志寻那个夫人呢，那个毛主席搭电乱花那个是我是教军师柳那柳志寻的夫人李淑一，李淑一有病。不，他认识他的，他教他练功啊，练功，练功，青光眼，啊，把李叔的青光眼治好了。这么一来的话呢，这一下呢就是呢，好多人就不敢惹他了，就啊。因为那个文化大革命的事跟毛主席沾点边儿，就是那就是，所以他说句话就没事了，就是。不过呢，派出所也还找他，有事抄他们家去，到家看，到了12点敲门，咚咚咚咚咚，干什么？查户口，啊，查户口。看你家干什么？一查户口没事，吵你一顿。这有他在练功呢，晚上坐着练功，吵他，吵完了走，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女同志的话呢，应该是说，我得讲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呢，来创立了这个新的功法，搞行功
八仙宫，也吃了很多苦头，啊，吃很多苦头。就那时候呢，我记得我是73年，搞别的工不敢搞啊，他搞这个工，我们帮他去干去吧，帮他去干去，啊。那时候我们原来文化大革命初期牛鬼蛇神一级的呀，牛鬼蛇神一级的，所以咱们也没考山，也没地方，帮着他去搞去吧。他那个材料是我给整理的，他第一个印的材料叫《气功漫谈》。20多个病例，我医生啊把病例给整理出来，给他刻蜡板印了以后，就发大家去搞这情况啊。因为气功事业嘛，就去搞，帮着他搞了3年，他那人员齐了，都齐备了，我就走了，所以那个郭林女士呢，她把这个功法改变了，不像过去那样练了。过去练功呢，入境放松，一手飘息，一大套。他改了，他不光是很简单，就这么走，扭啊扭啊扭，这么走。他提了什么呢？叫三观分度，这是他一个功绩。什么叫三观分度呢？练气功一开始先练松静，不要去搞一手，就松静，就这么走，走走放松，松又松又静，在走的当中简单度的练松静。他说松静完了，第二步搞一手。第三步搞挑息，就是松静一手挑息三观分度。我记得我到了79年，我见他的时候呢，他呢还是在练行功呢，后面的一手挑息呢，他怎么度也没弄出来。84年去世了。说郭林这是个应该算气功界的老前辈，我给他评价是呢，是气功科学的先驱，啊，气功学的先驱。他擂响了改革传统气功的战鼓，他改了，所以这一点那是不得了的啊，不得了的。他这一改呀、啊，就是把气功很多的禁忌打破了。以前练功有很多清规戒律，他这个呢，随便谁来练都行，啊，谁来练都行，什么病他什么病都行。啊，什么病都行，你只要不死你来练就行。他也不要钱，反正但他在公园跟着走，从东旦公园把他赶到龙潭湖，从龙潭湖又赶到中山公园，你到哪儿去搞一段公园派出所赶的呀，就赶的就不要你就赶了，就是他赶的，他全国全北京是好多公园跑了好多公园。但是呢影响越来越大，像原来咱们气功，我说过文革以前就治4种病，就包括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也是一样，4大慢性病：高血压、神经衰弱、胃溃疡、关节炎，就这么4种病，别的病不治。说气功只能做个医疗的辅助手段，慢性病疗养一下，帮助健康身体可以。你那时候不敢说气功不管事，因为周总理58年有一句话，西医都要学会打太极拳啊。周总理有过这句话啊，搞中西医结合嘛，每个西医都要学会打太极拳。那时候搞了个简化太极13式，很简单的。那时候好多医生也去摸鱼，没摸几天就没摸了，就停了。所以那时候呢，以前呢他不敢说气功不管事，但怎么样呢，还是不能说气功治大病。只能做慢性病的一个健康的辅助手段。有好多疗养院在那儿比划气功，比划太极拳。那时候那个太极拳呢，真成了太极拳了，什么样的姿势都有，磨磨唧唧的，那个难看劲儿的。因为他去这些人们呢，他就本来他这是医生，他也不懂太极拳，去了以后就学一个礼拜，13式学完了就来这儿比划，那简直糟蹋太极拳的人，真是糟蹋啊，糟蹋！他就这么干。可是郭林这么一改呢，行了，大病重病不治之症都有好了的。就在东南公园的时候，我记得是有2例青光眼，他不敢拿李淑一这个病例登出来让大家做广告宣传。他宣传有个叫赵明的，是个女孩子，20多岁，赵明青光眼很厉害。啊，这名儿挺好，赵明，一赵明了，眼睛好了，到同仁一检查，青光眼好了，那个病例里边有赵明的病例，以后有红斑狼疮的病例，
我在那几年给他，反正有典型病的，我给收起来，给他整理，拿医学从医学观点给整理出来，整理好推，好往外发呀，好往外发呀。所以这样就可能，他打破了气功治病范围，走向了重病、大病。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他是改革传统气功了。你看那个功法改了，三观分度，搞心功，而且功理他没有，他没功理。他在中山公园，在东单公园教功，在龙潭公园，他没功理，讲不出来。他本身他是个画家，他给你讲嘛，就讲点西，他看点西医书。这个老太太真是不得了，得看点西医书，就给你讲，跟那个西医书讲，你这么走一走，肺呼吸量增多了，阳气多了，病就好了。所以西医就不干了，他阳气多了，我们高压氧舱比那个氧多，高压氧舱比你的氧气多呀。对，你说那阳气多，那是骗人的，变成那一套。所以这么一来呢，我看看不行了，所以我还是帮他讲气功课。75年在北京，那个北交三大学院，在邮电学院讲气功课，我给他讲的，讲了六讲课。你要推广气功嘛，帮他们搞起来以后，我讲完了课以后我就走了，那就走了。他们以后那个材料的话呢，他们以后的课基本上。新气功疗法的那个材料是根据那次讲课的整理材料，以后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案例会呢，他不仅是创立那么个功法，而且呢他创立一套新的辅导方法。过去气功非常神秘，一说师傅教徒弟多少年不行，他现在不这么讲，我教你，你会了你就带给他，叫大辅导员带小辅导员，是吧？你说走前面一块有事儿，走得好的扭啊扭啊扭啊扭，扭得好的，他就那儿讲，那么讲，这么走，这么比，那时候就完全就给你比姿势，你看着就比。因为他没有总结出规律来呀，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在75年我给你讲的时候，我就讲三个字，圆，就讲三个字，圆、软、圆，讲三个，讲心功，走心功就注意三个字，圆、软、圆，这三个字是吧？讲练功的时候，你得总结点规律嘛，就是。那不是智能功的功法，他的功法吗？完全那个功法来给他讲，来给他讲啊、不能讲那么智能，讲别的功法不行啊，就那个他的功法来讲。所以他给一套大辅导员带小辅导员，这是了不得，在我们中国开展气功事业奠定了一种组织基础，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方法，这是个大的功绩。我在哪儿评论郭林那个这个老前辈的时候，我在讲，我说他的功绩并不是说他的功法如何如何好，但是他敢于闯出个新功来，三观分度，提个新名词，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他搞了这么一套大辅导员带小辅导员，金字塔。你现在全国各门气功基本都是这样，现在比较流行比较好的都是这种组织形式。那咱们智能气功不也这样的吗？这样组织形式，各种功法都这样组织形式，它对全国有影响。这是第二大功绩。第三功绩呢，他把气功治病的范围扩大了。不背过去圈住了。再有呢，他敢于提出和古人相反的论调。古人练气功叫深呼吸，深细匀长，挑吸要深要细要匀要长，不能快呼吸，一快呼吸要喘息，不能搞。可他这儿呢，要治重病，就是让鼻子这么出气，这样的大喘气儿，吸气的呢就这么吸，吸特别响，不出响声就不算数啊！哈哈，这叫风呼吸，这么搞，就这么搞，就这么吸气儿，一走，有时候还有的是四，有的是这个四个，这个样子，有时这样，有的是两个，一个叫吸吸呼，有的是吸吸吸吸呼呼呼，这样子搞这个，正好和古人相反。但是呢，他用它治病效果很好。什么道理？过去你练功要称仙称佛，要静，要静之又静，静之又静。现在呢，他是为了治病。你那么静，气儿动得不好了。现在的话呢，吸气，一吸气呢，我也想了想，我跟他讲，不过那时候讲我还没讲那么深，没跟他讲这个问题。实际什么？这么一吸气啊，用了一吸。咱们这儿讲解剖的
咱们如果在中学学解剖学的，不是这样，鼻子这儿有里边的骨头叫筛板吗？跟个筛子一样的，有好多小孔筛孔，它跟脑子里边通着，那么身体机器能把脑子里边来震动震动，能不能进去这氧气也可能，也可能，但倒没有科学检测这东西，它那千万这么一些能震动震动它，这脑子这个兴奋，在里边的话氧气量多一点，同时的话一吸气的话呢，从这个嗅神经，鼻子嗅很兴奋，一下到脑子里嗅液，这是神经，在脑神经十二对脑神经呢，它的位置最高的，叫一嗅二视嘛，第一最高是嗅，第二是视神经啊。这对它有可能有这么个关系，但是咱们也搞科学研究，就这样有很大的好处。这就我讲啊，就是一代十教，时代变了，教学的方法得变，但是它呢，它变了，所以就我们讲啊，说这个郭林呢，他这一段呢。他给一段，他改革很有成就啊，很有成绩。所以到了文革结束之后啊，文革结束之后，这一下，这工就起来了，原来给压的也少了，而且有些个呢，有些个当时在中央里边，中央组织部的一个慰劳也练这功，还也还不错，也不错，就像上面通了，也不那么压了，一下练功就多了。但是从整体来说呀，当时啊，对气功。还是不感冒，那个时候啊，一说气功啊，在文革当中是整个古典文化这是最惨的一个，十八层地狱是最底层，最底层，你就搞点气功就成牛鬼蛇神，叫牛鬼蛇神是吧？所以我还算便宜的，我还算便宜的，就戴了戴牛鬼蛇的帽子，没出来没挨揍，那算便宜的，啊，就说你给你戴个帽子，什么帽子的话呢？不是游街的帽子，戴你。你搞气功，就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反分子就是。你搞了就搞唯心主义嘛，就三反了嘛，就戴个反革命帽子嘛，就是。所以就是对整个气功人砸得非常厉害。文革之后，一直到了79年，郭林这个新功在北京各大工都有了，都过万人了，但是怎么呢？北京啊，全国都不行。北京和压力也很大，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卫生部的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吕老这个同志啊，他也是很特殊，他只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对中医民间的，他都支持，啊，都支持。他是谁呢？他就是咱们沙家浜里边那个称之那个政委，就是一剂草药保平安唱那几口的那个，就是他。那时候他在闽西根据地司令兼政委，沙家浜就是他那游击队打的，就他是游击队事儿，是真事儿啊，是真事，就是他啊，他是祖传三代中医，他们家是搞中医的。他呢，他就是在79年呢，他正在扶植这个衰败的中医。我上次讲了，说那个咱们这个中医是国民党几十年没完成的，说那个共产党完成了，就是打给中央那个报告，题目抢救老中医。在这个时候呢，他同时接触了气功，接触气功嘛，他首先是接触南方气功。